好强哦！再一次来使出和妹妹的力气哦！一二三，好厉害呀、啊！再来一次，一二三，最后一次，一二三，哦，还最后一次来，一二三，哇！太大了，我变，我变，变变，看它会变什么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我变哇，变蓝色啦！妈要怎么讲？他们起来帮我收裤子。跟最大的差别，跟之前这样没有推的时候，外面小孩子爸爸妈妈也不会觉得等待很无聊啦。啊，另外面对孩子来讲，他们真的有学习到，除了打预防针是打就是身体的。健康，那我们教授说，这个说故事给孩子听是对脑部跟语言最好的学习。